专会员专属影片，没有，我们都没有出那个会员专属影片。干，不是平常日常的精华都剪不出来，怎么出会员专属影片呢、啊？干，而且那两个片师两个都是母夹瓜，哎，开 MT 不剪，嗯，啊屁眼怪，你能不能剪一下？好啊，我先煮电脑，煮完电脑买耳机，买完耳机以后，我漫威要先上，圣诞超人要先上白金，上完白金以后还要跟我的 Overwatch 团练，靠腰他妈的都两个礼拜过去了，怎么剪片？啊，屁眼怪，屁眼哥，今天能不能剪片？睡个午觉起来看看。你告诉我，这片要去哪里生？我呢，一脸看起来就是不可能会剪嘛，除非要去学一下啦。不过等我学完，干 YT 不知道还在不在？看了十二小，发现发仔没来，根本没精华。有了，他说，哎，最近开始认真剪了。然后说，哎，阿片，昨天说要剪片，啊，现在怎么样？链居然更新。哎，卢成元，你觉得你的片师工作态度很差，那跟老谢看你的想法一样，要找人，人都没有，都在打麻将，以后只讲片师，不反省自己，靠腰嘞！他妈的，那都之前的事情了，能这样子算吗？难道这是因果循环？Good night.